我是 Jolly， 我是 Window， 我是宁宁，我是 Giselle， 改名了，所以。对，然后我们看了我们的正片嘛，快点去看。我们第一次的 K-pop in public 是吧？对，是哦，对对对。所以大家快去看，你们认识吗 ？Yes, I see。然后这个明显是我们 BTS， 然后你们看像我们深圳的。对呀，新的名字。对，我们新公司搬。我告诉你们这样，你们看清楚点，拜拜。耶，他这主要是刚装修了第三天了，嗯，是吧？应该是吧。我们就成为首批 KOL 这个。对，所以我们下面。John 的电话乱乱拍。另外两个人呢？请问另外两个小姐在哪呢？耶、yeah! ！今天是我们第二天的练习。等一下，我们今天的目标练到哪里？练到一分钟前。就是 Before Jolin 什么 ？Body Bang。所以我们就先去练习。我们练的还比预期的还要多，我们只剩下最后的40几秒而已，所以我们今天总共其实已经练了1分钟多。嗯，好啦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啊啊！速，我挥，你看我们今天穿蓝色，你为什么不穿蓝色？不约而同，耶！然后我们已经还剩下40几分钟吧，剩下还有40几秒，40几秒而已，剩下还有两分钟。他们没有在我的时候跳很多，我在的时候不会跳。林姐，就好像开始吧，快来。穿黑白，那我不好，我们穿这样好看，那我整个好像还巴塞这样。
然后 Area 胖，站着谁 ？Area， 请跟大家介绍你今天几点到？迟了20分钟。每天都迟到。你对镜头撒娇，三连拍我就原谅。5、6、7、8，第一个。OK， 第二个。第三个老钱啊。等两位妹妹到，妹妹，你的姐姐 ，Hello， 哦，两个都是我姐姐，每次都是迟到，很期待，因为是他们的第一次 K-pop in public， 我之前是跳过 Jennie 啊，所以我其实也还好，你紧张了？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们是那种 one take 就过了，所以如果跳错的话就会很够力，对 ，OK， 我们等下去 update 你们。Hello， 我们5点要到，其实你几点到的？你是不是睡迟了？我迟到了，没有睡迟。塞车要一点点。你在哪里？哎呦，我从新山上。你看那个，一直在自拍。你看那个沟里哦，一直在小屁手是很自恋的。我们站着来个厕所，自来。嗯吼吼。哎呀，很多白灯啊！我们这种是自然美啊，不需要拍，因为每天都会这样子，一直拍，都在拍云。哎呦，你看那个头发应该弄，你原来弄那眼睫毛，我调到，真的是。听不到你们讲话。你看，听不到你们讲话。等下他们讲我们职场霸凌，绝对没有，我们只是纯粹娱乐效果，好不？对，好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了这个金鸡公园、嗯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要自己跳吧。Some kind of supernova， watch out！ 谢谢 ，Baby Lab Bukit Jalil sponsor 我们一发，爱你哟，比心 ，kiss kiss， 耶、yeah! ！然后记得多多支持我们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